广州这家开了44年的粉店，到现在还要人均排队一个小时。哇，106元一碗满是蟹黄膏的豪华拌粉，谁看谁不迷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刚刚刚在荔湾办完事儿，我发现之前吃过几次超级火爆的粉店就在附近，现在已经3:30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卖完，咱们去看一下。这个点了人还这么多。哎，你好，现在还有蟹黄膏牛筋捞河粉吗？有啊，加一份料进去，至尊三宝的料。加三宝啊？嗯，然后再加一个薏米水。薏米水 ，OK。多少钱？112。那虎哥他们这家店人均排队一个小时。哇，好多种配料的粉，他们下午4点钟关门了，现在3点多人还这么多。这是他们自家包的薏米水，非常清甜。哇，这碗广州豪华捞粉谁看了不迷糊。这蟹黄膏也太大块了吧，看到这么多料，我瞬间感觉106元也不是那么贵了。这个粉一捞就能闻到浓浓的鲜味，先试一下这个蟹黄膏。哇，这也太鲜了吧，蟹黄非常浓郁，而且特别鲜甜。我们把蟹黄拌一拌。哇，每根粉上面都裹满了蟹黄。真的好好吃，河粉又特别爽滑。哇，世界上最鲜的东西也不过如此了吧。巨大一个生蚝，我看一下生蚝有几个，有4个大生蚝。他们家的食材是真新鲜，一口两个。这是牛筋，听说他们家的牛筋是最受欢迎的。是的，很糯，胶质感十足，裹满蟹膏的嫩肉片，特别鲜嫩。其实我这碗粉还不是最贵的，它这里还能加一整只龙虾进去，所以这家店可以分拣游人。加点醋进去啊，不仅能去腥还能提鲜。哇，更加开胃了。感觉像林鱼滑，太鲜美了。哇，这家店1980年就开了，现在已经开了44年了，居然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生意。好吃，大伙有机会来广州一定要试一下这一碗豪华拌粉。好了，今天这来喜欢这顿饭的话，记得点赞评论收藏哦，咱们下顿饭见，拜拜。